一至三，网络的各种协定，网络有各种不同的服务哦，应用在不同的服务协定。譬如说 HTTP 就是所有的网页啊 Web 的页面服务，那 FTP 呢就是档案传输，那 SMTP 呢简单的邮件传输协定 ，DNS 是网域名称的服务哦。下来 PUB3 呢是邮局协定 ，Telnet 是远端登录。那对一般人来说，我们最常使用是 HTTP 跟档案传输。